似乎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关于西藏的梦，而骑车去拉萨也并不是一件新鲜的事。在这条越发蓬勃的川藏线上，总会有新鲜的事情在这里发生，也总有人期待并想最终获得些什么。从成都出发，沿着318国道，经过邛崃、天全、泸定和康定，直到翻越海拔4298米的折多山，才算正式开始翻山越岭的路。据说在每年骑行川藏线的人中，超过一半骑行者无法翻越这进藏路以来的第一座大山。他们是幸运的，但运气并没有一路延续。在那之后，就有队员出现了高原反应，几经休整，最终只能折返。那还要放吗？就那一下，刚才我们从头来。好喝。哦，好。你们真鲁莽！啊，开车，骑车，就这样。啊，骑车。他们搅，他说搅拌，继续搅拌。哦，搅拌。你好，小平，这个先搅。谢谢怎么说？谢谢藏语怎么说？谢谢。嗯，藏语。嗯，怎么说？嘎铁。嘎铁说。嘎铁说。嗯，嘎铁说。哦。嘎铁说。谢谢说了，嘎铁说。嘎铁说。嘎铁说。他是正值事业巅峰的青旅老板秦商哥，在有着雨城之称的四川雅安，秦商哥救援过很多在这条路上遇险的人。他说，这条路那么危险，那么未知，却还是那么多人前来，是一种精神
在支撑着川藏线。318来是干什么？就是来爬坡的，知道吧？所以说你整个这条线其实就是和坡打交道，知道吧？然后你上多少坡，你就会下多少坡，知道吧？你的人生的顶点上去了，你还会下来，知道吧？所以说你对自己你整个这个行程来说，我觉得就是快乐有就是说那个勇敢，你必须要勇敢，知道吧？你很多这个，你如果不勇敢，很多时候你根本坚持不下。跑川藏线其实还是它的那个，它最核心的东西就是让你，认识这个，就是说，自己，就是说还有一个很多困难，你会自己去把它完成，去把它解决，知道吗？没有任何人来会一路上来帮你，知道吧？你还必须大家有个团队精神，知道吧？人与人之间大家相互要沟通，知道吧？其实真正的风景都在路上。嗰、那個膝頭哥好痛，好感動一樣嘢係，因為我係應該係最慢嗰個依家，因為只腳嘅問題，跟住成隊人都喺我後邊等住我。我知道呢、這個腳壓低嘅速度嚟踩係好辛苦嘅，但係呢25公里上坡真係踩咗6個鐘。我想在旅途的第17天，车队爆发了一次争吵。数十公里绵延的陡坡和颠坡，让新加入的队员极为不适应。I'm so hungry. I'm so tired. 眼看还有几个小时就要天黑了。可是眼前的路却不断地在延伸，似乎总也走不出去。是应该继续，还是放弃这一天的骑行？他们必须做出选择。好想带，即系。帶住佢完完整整咁踩到紅香，但係時間真係唔允許。我亦唔知道阿錦偉只腳仲有幾多力，定話會再唔會會唔會仲再抽筋啊，再嘔啊啲咁樣。咁後屘嘈完之後，咪同阿方行埋一邊傾啦。我都知道大家好想踩，的確實話真係好想發泄，好想有個沙包或者點樣俾我打下或者點樣，但冇辦法，嗰道力啊，即係真係好無能為力。
早在一年前，车队就开始准备这次旅程，训练、开会、筹资金，谁都不知道这一路上会遇见什么，只好不断地给自己做假设，再不断地推翻。出发至今，伤病和时好时坏的天气一路伴随着。翻山越岭去做一件事是难忘的，难忘的疼痛，难忘的寒冷，难忘的泪水，但他们说不后悔，并且坚信那些所有会在以后的人生中给他们以力量，因而又带着感动和希望继续上路，在不断的苦与乐之中学会拨走脸上的灰，拍拍膝盖的土，慢慢慢慢认清前面的路，也磨砺出了更强大的自己。在四川、云南和西藏的交界，有一个地方，在古代是部落之地，秦称西羌，汉系白狼国。在唐咸丰二年，被西藏吐蕃王朝第32世赞普松赞干布所灭。这里是巴塘，这里有一所由活佛捐建的希望小学。从2008年建校至今，有一位老师几乎没离开过。我们能干这个 学校嘛，就特别的累，以前手上长那种好水泡就特别多，就特别累，还是坚持下来，就觉得特别开心啊。那时候只有我一个，反正读过学校的一个老师，只有我，一个藏文老师，也他们根本没去过学校，就只能好像在那个寺庙里待过一些，但是寺庙跟那个学校都有很大的区别。不知道怎么办，就上课的时候不按时上课，下课的时候不按时下课，吃饭的时候不按时吃饭，真的没办法，因为我那时候有30多个孩子，我一个人的 那种就安排那种课程或者时间的话，有点那种特别的那种，就是怎么说呢，就忙不过来，一个人就有3个班嘛，就忙不过来。一些老师为了留在这儿，曾几次放弃了考取藏区公务员的机会。他说他和孩子在一起特别开心。我就那时候就我们是这样的，就只有个清场，读小学的时候只有个清场，就星期天要到那个，比如说从家到学校的话，要住在那个学校里面一个星期嘛，就一个礼拜嘛。要带10多个饼子呢，就饼子那种大的那种饼子，然后星期一到三还可以的，就比较好吃，因为那个比较软嘛，就到4、5、6就开始硬起来了，就没法摇，然后就敲在那个桌子上或者是石头上，然后泡在那个清茶里面吃着，那特别的那个辛苦。随着学校慢慢建立起来，师资力量也得到了改善，现在这里还有一位来自湖南的支教老师。我来的时候这里嘛用语言住我们班上最主要的一节课，每天下课之前就跟他们说一下老师好，什么老师好，别人帮助我们还说什么说谢谢，他们表现挺好的呀，下课了就别人老师在房间里面把别人窗帘拉开，店里面合影，老师好，特别
交了一点点东西，我觉得特别有成就感。一些老师守护着孩子们已经六年了，但年迈的父母身体不好，很可能没法继续守护下去。而邓老师也因为家庭原因在不久后返回了家，但他说有生之年一定回来看孩子。在家庭与孩子们中间，似乎总是有一把天平在每一个老师的心里摇摆。可能是因为对孩子们的不舍吧，在离巴塘900多公里外的西藏林芝县，有一个支教团。与其他支教项目不同，在这里每次支教的时长是一年，今年是第16届了。一年时间不短，对，是不短。我可以用这一年做很多事情，去考证啊，去学习怎样的。但是对我整个人生来说，这一年也并不是非常的长，它不是我人生的全部。我花四年去换一年支教，花3年读研究生。我这4年过去了，那我的年龄是长了4岁。如果我这4年拿去工作的话，4年过去了，我的年龄还是4岁。其实时间是一直在走的，是，对，我觉得我的选择其实并不能决定那个时间的长度，但是我现在可以决定我度过这段时间的方式。做选择的话，都会得到或者失去，它是个机会成本在里面。对，但是我们都可以自己下定决心，做自己不同的选择。虽然拍摄的时候还没开学，但每当谈到孩子们，这些小老师们的眼里总是流露出最单纯的情感。我想跟他们成为一种就是可以沟通的朋友，然后还有就是希望他们都能有一个梦想，然后希望他们的这个梦想都能实现。就像之前我看到一个师姐的朋友圈里面，她拍了一个她的学生的一个作文，那个作文上面第一句话就是我想报考中大。我当时就会觉得哇，突然有一种很震撼的感觉。希望他们都能在心中树立一个小小的梦想，然后我也希望我自己能够帮助他们实现。我们说知足常乐嘛，毕竟不一定是说每个孩子都有机会走出去或怎么样，但是希望能够对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感到一种心灵上的一种富足，同时又保持了一定的开放性，一种包容性，不断去接受外来的事物，不断去让自己的生活保持每天一种新鲜感，这样快快乐乐的生活下去吧。这是君豪的爸爸妈妈，因为担心儿子，只好一路驱车跟随。这一路被爸爸称为护犊之旅，今天是护犊的第34天，也是爸爸妈妈结婚的第24个年头。
有乜嘢？你讲下第24年喺呢个咁特别嘅地方度过。再嚟两个。10个24年，佢弟婿都做我老婆，佢走唔甩噶啦，几贪心下噶，贪心唔系贪心，呢啲叫做10000年太久只争朝夕，唔听到啦嘛，呢个系世纪宣言。今日系几号啊？今日系8月2号。今日系8月2号，系你哋踏入第。24年零1日。妈妈说，俊浩小的时候身体很差，又瘦，没有想过他能够骑到拉萨。儿子的坚持，让他很惊讶。但儿子膝盖的病痛又让他很害怕，害怕他忘记吃药，害怕他吃太多药，一路担惊受怕，一路不动声色，只是默默地跟随。爸爸也已经57岁了，但他说还会继续陪儿子玩下去，一直玩下去。一天接一天的骑行，数着翻过一座又一座山，看着叠加的一个又一个里程碑，眼看着拉萨是越来越近了，心情是兴奋了又忐忑了。拉萨在向我们招手，拉萨在向我们挥手，到达似乎也意味着倒数。人哋实现梦想有几艰难，同埋即系要付出几多嘢，真系唔系话梦想，梦想咁简单，唔系停留喺个脑海入边。多谢你哋一直陪我，如果唔系你哋，我可能唔会行上呢条路。我曾经睇过一部卡通片，话有句名言就系话，梦想再大都唔嫌。大梦想家再细都唔嫌细，我终于明白到，我哋喺呢个地球好渺小，但系我哋呢个咁渺小嘅人类都可以征服晒呢啲咁嘅嘢。最初的梦想必定会到达。我覺得依家種感覺就有啲似就係嚟緊，差唔多到拉薩啦。跟住覺得話嗰啲大山大嶺都踩曬啦，已經係嘛？覺得就嚟冇啦，跟住就要到啦，跟住後邊冇得踩啦。咁咧就同時你又同佢喺度拜拜緊，你同你呢段旅程，同你嗰啲經歷啊嗰啲全部喺度。讲拜拜，呢个系我今日踩呢座山嘅一个谂法。
俊浩说，也许我们总是会遇到艰难的时候，但我们总是要选择，总是要面对，而最后我们总是会发现，我们总是会相信自己，再咬牙，再坚持，就能到达。这是他在川藏线最后一座山上的甘露，也是他们这一路的写照。47天，骑行了2100多公里，翻越了13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大山，终于到达了。在离拉萨大桥2公里外的国道上，看见远处的布达拉，没有拥抱，没有泪水，甚至没有狂欢。只是安静地站了很久，很久。翻山越岭，遇见的是什么呢？这里每天人来人往，彼此遇见的又会是一样的吗？是波澜壮阔的河山，还是萍水相逢的善意？是不计付出的守护，还是奋不顾身的自己？谁也说不清楚。
开始时带着很多希冀出发，结束了，只留下那一片惊鸿。